七号客人报价是1.85元。你从这个去。还有客人报价。玩家，求我一个人担下所有罪名。他可是爸爸在插队落户时的战友的孩子，以后啊，你就叫他高义哥哥。高义哥哥。自由其实你养父江其胜一手创办的，不看僧面看福面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江其胜的女儿。跟江其胜的账目也是时候该注销了。不知道现在说一声抱歉还来不来得及。人在做天在看，江其胜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旗开得胜了。